进党跟台南市政府宣称没有居民反对嘛，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在各地几乎都不断的看到，像在淡海也是，淡海在这个案子里面，营建署说他们调查有70%的居民是支持的。但是你若实际上到咱地方行一转，恐惊的，莫讲7-3啦，可能一成的人会当支持，拢你拢找无。但是为什么他们敢这样做？为什么敢这样宣称？敢说像在淡海有70%的居民支持，甚至在我们台南更夸张，说没有居民反对。为什么他敢？他就看。